哎、欸，大白天你给我穿成这样，你是要勾引谁啊？制作单位就叫我今天要穿这样来啊。他们每次打电话敲你通告，就只讲衣服，不讲内容。你今天妆为什么化这么浓？该不会等一下你会全程参与吧？啊！我爱吃。瑜伽老师。哎、欸，你有病是不是啊？你把自己弄成这样在干什么啦？那空中瑜伽跟地面瑜伽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在空中。反正我学员、制作老师每个都在那边吊的时候，就是滑板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可以吃吊大概多重的体重？454的小象的体重。那我现在找一只大象。坚持要我做这种动作，你看你会兴奋。你刚才东张西望什么？哎，大白天你给我穿成这样，你是要勾引谁啊？制作单位就叫我今天要穿这样来。他们每次打电话敲你通告，就只讲衣服，不讲内容。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要来干嘛。今天要干嘛？嗯，来进来呀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空中瑜伽跟钢管。我是做错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我是这种娘炮的人？我们觉得说你可能需要再多做一些运动。是你要运动还是我要运动？其实我越想越不对。他们公司哦，他老板有一次想买房子，就把我弄去那个房屋建案代班。有个员工想买车，就把我搞去介绍车子。上次也是你说你想要做那个芳疗，把我搞去芳疗，到现在我也没看到播出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很不适合我，我也不是那块料。我喝个咖啡，让我想一下再来，好不好？玉林哥，你知道吗？助理当久了，我最爱的香蕉。对啊，我可以三天不吃饭，但是我不能三个小时吃不到香蕉。你骗人，明明是因为我们上面有一箱，上面有一箱，对，要不要去？好，就冲着你这一箱，真的啊！你今天妆为什么化这么浓？该不会等一下你会全程参与吧？好了，为了那一箱香蕉啊，那个钢管跟那个空中瑜伽，我就酌情酌量啊，也不能搞到身体不舒服这样子。OK， 不会，一定让你舒畅。OK。有病是不是啊？你把自己弄成这样在干什么啦？下来。那空中瑜伽跟地面瑜伽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在空中，是。但是我有疑惑，你这边那么多，我学员全部到齐，每个都在那边吊的时候，曾经发生过这种遗憾的事，整个天花板。真的有？请问一下，这个可以撑吊大概多重的体重？454公斤。你说小象的体重？哦，你要单根可以，一个小象可以吊一头。那我现在找一只大象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来大象，大象。哎，他真的可以。替小明啊！如果他没问题，就没问题了。你刚刚说你要训练我当成瑜伽老师，是？你觉得我是那块料吗？有瑜伽老师是你的吗？有，身材这样子。没啊。来。背对镜子，面对挂布。背对镜子在哪里？你洗的？不是，现在干嘛啦？跟老师一样。看我怎么抓的，来，1234567890，抓十折。再将挂布压到臀部的微笑线，踮脚，然后脚弯，肚子内凹。先坐在这边，先看我做一次示范，胸前的高度把它推开，推好了之后把右脚跨过去。哎呦喂！推开，能不能有人帮忙一下？来，你帮我弄一下。眼睛看到两边的挂布，猫脚闪三下，把右脚伸进去。啊！然后换边也是一样，脚甩三下，脚踩进去，把脚踢出去，脚甩三下。1、2、3，踩进去。哎，脚踢出去。伸直。换边，这样没错啊。对，一样哈，1、2、3。拆狙，好，右脚膝盖弯，右脚，一样。身体在放松，不要压到胸怀，挂布在这个热骨的地方。好，身体放轻松，左手往上拉着挂布，好，
筋出来了没？啊，出来了，干嘛啦？脚出来会痛。身体热了没？然后早就热了。要进行第一个倒挂动作了哈，虎口沿着胯部推到臀部的地腰线，推下去之后呢，手不要松开哦，身体慢慢的往后仰伸直，两脚同时左右打开，膝盖一弯，勾住胯部就倒挂。现在我是老师，等一下不打，我刚刚那个示范，老师再一次，先坐正。手不要松开哦，来，身体往后，看着前方，看着前方，脚伸直，大腿用力往下压，手往上抓胯部。好，两脚同时左右打开，打开，膝盖弯，勾住，勾住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抓住，往外勾，勾住，往外勾，往外勾，脚往外勾，可以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，你可以的，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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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放松，来，手放松，手不要伸定，手不要伸定，就这样子，不要伸，不要伸，放松，放松。放松，手放松。哎呦，放很松的，很棒，很舒服。先停留，让我先放松。啊，不能停留了。来，现在虎口打开，来，打开，往后，两脚同时左右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哎，膝盖弯。上轻松，放轻松，哎，放轻松。来，掌心朝上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。哎呀，一个女子。哎，差不多脚没力了啦。天哪，好丑啊！抓哪里？膝盖内侧。啊，对，抓对，抓这里。对对对对。抓这里。脚解开。脚解开，放开哈。放。嗯好上哦 ，OK， 低头低头的，好像地狱走一遭，可以下来了吗？可以的，刚好天庭的下来，有没有？可以吗？来核心，好，现在右手伸直，左脚弯，把脚放进去抱住，有没有感觉？对，碰地板了哈。先看一下手呢，跟脚成一个三角形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老按推车 ，OK。好了哈，先看我做一次示范哦，碰脚弯。碰脚弯，好，这个动作做十个，来，开始，碰脚弯，碰脚弯，十，好，五个，好，意识到就好了。然后抓花布，哎，可以，几对，好，抓好了，抓好，抓好了。好，我只要做六个这个动作，四个就好了，这样。天哪，好颗粒。好，四个，开始，掉下半脚。也可以啦，哈，对，脚背也是脚背。哦 ，OK， 没关系，先这样。再用手拉上去。这样吗？哎，来，脚背，脚背。哎呦喂！这线会不会断掉啊？不会啦，来。哎，阿姨，我怎么是在这里啊？奇怪，人家人都在别的地方。我在。那你的为什么在这？老师，你这个是啊，卡到我。好。够热了吗？我们要做进阶了吗？哦，还有进阶的。休息一下五分钟。那个林老师，你说接下来是什么？我们要做进阶的翻转。一定很不晓得我是几年次的。你先告诉我你几年次的。干你屁事！我80。说实话。啊，我63的。你63？跟我一样吗？没有，我56的。对，因为我年龄虚当几岁，所以看起来动作可能没办法。但是我没办法的时候呢，我会协助两位去一起做这样。对啊，你们这个有开设那种课程吗？就是说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，空中很难的。哦，对啊。好，待会呢，我们的身体要往上或往后翻。好，那你先看看，我先看，待会显我就先走了。手往中间，好，身体分上去。我确认我是不行，但是我可以帮忙你。对呀、啊。
我讲的双休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这不像。好，我去老师，你是让他体验一下，帮他。我们一起帮，我们来三休，三休怎么样？来，跟我后班go。礼拜不是要帮我做？算了，好，来，我们再做第二个吧。好，我们上去骑马。OK， 我骑马。骑马。对。好，来上高峰之前，手都在挂布里面。好，待会呢，这个虎口一定要沿着挂布要走，一定要虎口，不能扬眉哈。到底发生什么事让你觉得我们可以做这种事？手往上。哎呦，搞架呢！右手往前抱，这时候虎口朝上抓，然后把膝盖朝向左放，你会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好，回来之后，刚刚怎么去怎么回？眼睛看到膝盖内侧挂布，好，不能上来，把靠垫放到膝盖，清楚吗？我是一个称职的助教，真的，我比较适合当助教。来，动起来。两脚同时左右打开，左右打开，左右打开，左打开，哎，哇，哎，勾住，对，好，现在呢，手放在耳朵的旁边，用这个角度看人好独特，真的，好，我们来做仰卧起坐四个，来，开始，一，坐起来，二斤，五斤，不要再做，四 ，Lisa。金驾喜傲笑脸。哎，我发现推他们比做还累。好，现在不要动喽，来，膝盖转向左方。有，哎 ，Lisa 有了。哎，这样对了，来转过去。没有，就像刚这样啊。膝盖。哎，不要抓天花板啊。腰部臀部的力量，对。往前，怎么只剩下嘴巴了？对，我现在在夸我。怎么只剩下嘴巴了？非常好，来中间，好，准备去后面的水桶。你看，好有情趣哦。有点晕车哎。对，叫做情神容易送神呐。哎呀。抓起，我靠！给你摘下来放上去。抓起跟你穿那个。OK， 终于成功了。老师，我就掌声给力。老师说这个真的很强。提交一个专业的问题，那个女生如果练这个空中瑜伽的话，是可以修饰臀型。对。我才不相信，看你给大家看，来向右转。左转。左转还是右？糟糕，会瑜伽的人会左右不分。各位老师，您吃的，看看这个臀型，别气我讲出来。看看这个臀型 ，like a virgin， 仿佛像18岁的少女一样。你看，这就是练瑜伽的好处。很多人松垮垮的，我曾经认识一个女生哦，那裤子很短，我被冷眉臀部啪掉到地上。好了，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那就课程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那右边还有约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还没有约吗？没有，我们还有个私密房。你刚说那个人机房。下面去。他是利用一个弹力，然后让你这样上上下下可以动一下。啊，会很难那一种吗？对于体重过重的人还有就是没有在运动的人，是真的就好。OK。对于什么的人很有帮助？体重过重，还有什么？缺乏运动的人。缺乏运动。OK， 好，四 D 什么帮去，直接一帮去。OK， 那我们去参观一下好了。好，我想要参观，先参观看看。来，四 D 帮举，来。帮举好。这里就是四 D 帮举，法国人帮。德国人帮。你什么都知道，我越来越厉害。还是我们两个在。
欢迎一脸嫌弃，对不对？您这里明明是瑜伽馆，怎么每样设施看起来都像是那种格斗场？每个设施都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比较静态的瑜伽完全不一样。来来来，介绍一下这东西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四 D 邦迪啊，不，自己也会讲错啊，四 D 邦迪，邦迪，四 D 邦局啊，这是德国人发明的，对，德国人发明的，全台就是只有我们在这个带的这个，全台湾只有我们 Core Yoga C O R E， 哎 ，Core Yoga 有这样的一个设备，对，它有这样的一个。对，因为有设备，没有老师会教，也是没用。对，运动量非常的大，它可以训练各个部分的这个肌群。我们平常有，它可以壮阳吗？那也是肌群的一种，但是也是运动。那还是肌群的一种。这个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用这个髋的深度伸缩，然后去练对髋。哦，对，叫做髋。然后我们要用这个髋，然后就是髋的伸就是伸。伸缩一下，翻身，然后去带动这个动力。然后呢，这个弹跳绳很重要。像这个 Lisa， 她可能你也知道她叫 Lisa， 她常常听到啊，墨镜啊。运动能够增强记忆力呢。她是谁？我是谁？她是谁？OK， Let's go 来。好，那我们要上课之前，我们要先做暖身了哈。把你的脚啊，又来了。可以吗？要小心哈。来，身体穿进去，然后抓着把手。好，我们先做暖身哈，两脚膝盖左右打开，往下来，往下，再往下。你要感觉这个髋的地方很酸紧，有吗？三。各位，不要太用力，现在就是暖身而已哦。好。下，待会这样子啊，我们要蹲三次，然后转一圈。一、二。转圈，清楚哈、哦，转，你要转回来原点哦，好，来再次蹲，转圈，你是不是太快？对呀、啊，不是这样吗？要瞬间转哦，哦，不行，再次转圈，再次蹲，转圈，停，运动没错，好累，不要像跳绳。真的呀，够漂亮了，还好吗？来，现在髋伸很重要哦。来，脚放后面，你看我的手是这样子。哇，谁怎么有办法这样？抓把手。好，来，开始哦，用髋伸的，下上下。这个动作很猥亵，你坚持要我做这种动作，你看了会兴奋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安什么心眼？下髋伸。哎，你的第二招，快点，第一个。你快出来了。快出来了！难怪你说练这个可以壮阳。来，身体往后，脚伸直，用髋伸去带动这个动作。你看一下我的动作是不是？哇，你跟我打呢哦。哇，往上。对，髋伸，啊，老好你啦！哎，墨镜可以，墨镜掌握诀窍，墨镜。对，所以说刚刚这是我的问题。对。好，把它抽出来，脚出来。OK， 来，现在呀、啊，你就身体穿进去，来手。那又变这样了，推车又来。然后呢，身体先趴下去，脚先提高，脚稍微拉高。好，待会呀、啊，你就这样子，好，往后退，往前走，撤退路，往后退。大法师啊，大法师。老师，你要做图案。他可以再拍走哦。预备，往前！洗碗，你跑了，我急到了！我急到了！双手 ！OK。就说嘛 ，Lisa 还好，你是靠脸吃饭的。好痛吗？没有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手牵手。手牵手要干嘛？好，休息好了没？我还没开始休息呢，你问我好了没？不能再摔一次，是要做到这个平衡。好，现在手慢慢的一只一只放好，一只一只放好，找到平衡。不行，
墨镜一定整不到鼻头，它前面那么重啊。墨镜，你看，你看，它都是这样子啊。没有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对。这个时候呢，整个背部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这样好像蛤蟆功哦。啊，找不到。找不到，这还能牵手？四个要手牵手。能不能你们三个先牵就好了？能不能我们两个先牵？哎，我在旁边看。OK。我先好怕掉这个字。先找到平衡，屁股往下。我们要这样子，互抓手腕。对呀，互抓手腕。老师，林老师，林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林老师，林老师，你看镜中哎，林老师，全部离地，来，一二三，啊！还没，所以我们两个是害群之马，不是身体高点太低了不好做，身体高点，身体高，你心累，是我累还是你累呀？各位今天的运动量真的够了。对。算了，我放弃了，不是那块料。算了，我没办法再做瑜伽的助教了。这个要常常经常反复的练习，运动量超大。对。对于核心肌群啊、健身啊，相当大的帮助。虽然我很累，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踊跃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瑜伽活动。Core Yoga。记得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还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如果大家不想再看到我，记得征求我们这个节目的女助理。预定个来，快点，请看荧幕上的资讯。女助理。没错。那个条件不拘。只要是活着的就可以了。只要是女人都可以了。还要耐磨耐操。See you。